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免费推荐一个专业性的戏曲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微信，选择右上角的加号，然后点击添加朋友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梨园，梨园拼音8961，梨园8961，然后点击搜索，选择戏曲梨园大戏台，梨园大戏院，然后点击关注。然后点击底部的进戏院。OK, 这就是我们的最终页面了。梨园大戏院每天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戏曲和戏曲小品。然后随便点击我们都可以观看了。梨园大戏院呢，也可以通过你们的大家的微信留言，给大家免费搜集一些段子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。